那题嘞？四个。陈飞，老板的名字吗？是。老板。你是老板的女儿。这猪脚有什么特别呢？哦，好香哦。它现在在开就很香。你这边吃的话，只要肉片就好，还是要蛋？肉片就好。这要卤多久呢？一两个小时。一两个小时，酱油有讲究吗？酱油自己熬，自己酿酱油，不会吧？也没有，没有。自己调，自己煮成另外一个。哦。这样，两块肉吗？一块就好喽。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很好。其他一样切一切啦，哈。